绍人，今天比较安心了，算是介绍人。三年到了，要来听一下了，安全。满意吗？满意满意，我们现在在找朋友再来听。哇，我们是用多少喇叭？啊，我们用一对十二寸喇叭。啊，然后十二寸的啊，那个 Revelation 对吗？啊，对。612，嗯，然后我们是用的。介绍一下还有什么东西，因为今天你被他特地设计了这套音响来配合我们的台北的湖光分馆。对，这边一台就是这个 amplifier multi stage class H class H 类型的first in the world multi stage and LRU design， 非常好听哦。那我们也用了一个，就是我们的 cable， 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啊，还有用我们的那个 truth cable。嗯，对，非常棒，赞哦！大家辛苦喽。你也辛苦了。休息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你们每个到后台那边 control， 我说你们怎么啊，就是看你们的模特，你们的 instrument。哇，老师真的是 testing 我。一般就是危险动作。不过你看老师的声音，你有 feedback 哦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